没什么朋友，跟你对他之前的教育，可能是说过你不必要在外面结交了那么多不三不四的人，我可能是说过，这具体什么我也不记得了。我记得，就是小时候嘛，我不是一二三年级在我外婆那读书嘛，然后我爸爸妈妈觉得我很贪玩，因为那边有表哥嘛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好朋友，就是玩伴，小时候的玩伴。爸妈觉得我贪玩，就不让我跟他们一起，就帮我转学去奶奶那边了。因为那种环境，我不能适应环境就会内向。我性格本身应该不内向，我觉得其实是被外界的环境变成越来越内向，越来越不敢开口。其实我发现了，只要那个能女儿在这个里头读到好的成绩，那是。至于她是喜欢在外婆家生活，还是喜欢在奶奶家生活，那不重要。我没办法，因为她，因为在您的心里就会认为，去奶奶家那边教学质量高的学校读书，比她喜欢在外婆家生活要重要。那是，对不对？是是。所以她高不高兴、快不快乐，那排第二。她现在这么大了，我可以做到了。你现在你的学业什么，我并不干涉。现在我只是说，我给他建议，你听不听？我明白哄你，我并没有怎么样，是吧？但是您始终没有弄清楚，就是那个事儿，比如说15岁那年的事情，不是说他到16岁了，15岁就翻过去了，那个痛苦在他的心里，这您能明白吗？不明白。那我们请一位老师讲讲。咱们举这么个例子，我小时候过马路不小心被一辆闯红灯的汽车撞了，而且伤得很重，险些就瘸了。后来经过很长时间很痛苦的治疗过程，我的腿恢复正常了。但是从那以后，我每次过马路都会紧张，因为我怕再被撞到。女儿也是一样的，所以这就是说16岁那一年的事情实际上翻不过去的原因。然后女儿说，那我当年要上西藏，然后你不让我上，你说你也没有坚持嘛，只要你坚持了我肯定都给你嘛。那女儿坚持了你都给吗？女儿就坚持说，哎，我就喜欢个男孩子，可是我跟他在一起我肯定上不了大学，我就一直坚持，你同意吗？你也不同意嘛。所以你自己都是乱的。烂的，跟你这个是真的烂的。虽然已经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但是感觉15岁早恋这件事情在这对父女俩的心中还是埋下了一颗种子，至少这颗种子生根发芽了，它让他们现在之间越来越陌生。我想在这个家庭里面还有一个人可能比他们都还要更痛苦，这个人就是依依的母亲何先生的妻子。他也有很多无奈的地方，他甚至告诉我们，现在父女俩之间由于他们不沟通，所以所有他们之间有关的事情都需要通过他来做中介人去转达。那么他今天来到我们的调解现场又会有怎样的诉求呢？我们现在有请依依的妈妈上场，有请。你好，李女士，来请坐。这个妈妈坐在下面也挺着急的哈，听着这么大半场心里可难受了。您今天来有什么诉求？我希望他们两父女重归于好。这么多年你夹在这个父女俩之间，肯定日子也挺不好过的吧？左右不是人。依依，我想问问你，跟爸爸这么多年没有办法好好沟通，你跟妈妈的关系怎么样？我有什么事情他问我，我都会讲。最近这段时间才会有点矛盾，因为他太关心我了，就是关心我跟我男朋友，就是我们吵架了他都要去找我男朋友。从女儿的表述中我们得知，其实母亲同样干预和控制女儿的感情生活，在女儿心中却有着不同的认定。女儿为什么能够接纳母亲而排斥父亲的关爱？我觉得我妈妈是太关心我了。她没有命令。没有命令。所以你跟妈妈还是可以沟通的。可以。比跟爸爸的要好。那我想问问这个妈妈，如果女儿跟你及时说她现在的一些情况，你会立刻就跟爸爸沟通吗？能说的就说，不能说的就不说。哪些是不能说的？如果觉得我老公很生气的啊，会让他动怒的啊，我一般不会说。比如说哪些事情说了老公就一定会愤怒呢？谈恋爱这事儿能说吗？
如果我女儿正常交往一个男朋友，她不会说的，因为她毕竟也21岁了嘛。那还有不正常同时交往好多男朋友的时候？是这种情况，就是啊，我女儿好单纯，她其实和那男孩子并没有那方面的想法，但是别人不怎么想啊。你去了或者男朋友或者另外的男孩子单独去玩，我会很生气，我会要他妈妈给他警告。你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呢？如果单独或者是光商场还好啊，你光公馆的好啊，你肯定不正常的。那万一哪天一位老师约我单独去吃个饭，你觉得这就肯定特别不好？这就说明我们俩在谈恋爱吗？